前阶段的那个 demolition 阶段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进入到了水电阶段，那大家跟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。喷花已经全部都做完了，上面的喷花都已经全部做完了，喷花已经全部做完。好，这是楼下。看，喷花已经，这个就是 demolition 下来的，处理下来的垃圾，然后。就是我跟大家提到过，这个最老式的 Camo 的 Compactor。呀，整个房子的垃圾，古老的浴缸、台盆，全部做完。我们要把这间水管我们要改一下，把浴室跟 toilet 的位置改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更新就先到这里，大家下次见哦，拜拜。